一处私人庄园正在举办派对。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捂着脖子缓缓走来，紧接着就滚下楼梯，栽倒在地。原来，男人的脖子早已被利器捅穿。据了解，死者名叫大强，是传媒大佬老白的大儿子。他刚宣布大强将会代替他，成为集团的新任 CEO， 没想到人就这么没了。根据现场判断，凶器是一把拆信刀，死者被人捅穿脖梗之后晕了过去，随后一个人起身想出去求救，最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父亲老白说，大强桌上丢失了一份绝密文件，里面是公司今年的裁员名单，恰好几位公司员工也参与了这次派对。馒头叔走上前通知这几名员工，公司今年为了缩减开支将会裁员。所有人听到后都感到不安，唯独女员工金发姐面不改色。馒头叔当场就确认是他偷了死者桌上的裁员名单，因为他早就看过名单，知道自己不在裁员之列，才会如此淡定。女员工当然不可能承认，馒头叔当面指出他踩到了死者的血迹。金发姐顿时被吓坏了，她说当时大强的办公室并没有开灯，非常昏暗，他偷了文件就走了，倘若他知道大强晕倒在地，绝对不会见死不救。那么他是怎么知道大强桌上有裁员名单的呢？金发姐说是大强的亲弟弟告诉他的，弟弟小强是个多人运动爱好者，他以名单为条件让金发姐和他幽会。小强并没有参与哥哥的继任仪式，因为他嫉妒哥哥，兄弟俩从小就是不同世界的人，大强优秀，小强无能，父亲也偏心哥哥。前两年父亲还娶了一位娇妻，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I'm too upset. 由于娇妻不喜欢被监视的感觉，早就让人关掉了监控，导致监控什么都没拍到。娇妻说他与大强是同龄人，算得上是好友，老白对大强的评价也很高，因为他的领导能力无可挑剔，这是他放心让大强接任 CEO 的原因。馒头叔注意到大强还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小萝莉，平时喜欢捉迷藏，大强的遗孀，也是事业女强人。她还有个漂亮的女助理。遗孀说丈夫公司旗下的报纸一直都在曝光一个叫做天眼的洗脑组织，组织的负责人还给丈夫写过恐吓信。就在这时，老白又收到了一条威胁短信，竟有人在客厅安装了炸弹，一栋豪宅内被安装了炸弹，三分钟之后就会爆炸。豪宅的主人老白赶紧撤离了所有人，由于不知道炸弹在哪，李斯本只能打电话向馒头叔求助。根据馒头叔的推测，李斯本在橱柜内找到了炸弹，此时离爆炸仅剩一分钟，馒头叔赶紧让李斯本撤离，可没想到大强的女儿躲在了沙发底下，与他玩起了捉迷藏，根本来不及逃走。李斯本只能豁出去拔掉了炸弹上的两根引线，歪打正着拆除了炸弹。老白对李斯本表达了感谢，紧接着宣布将由儿媳接替大强成为集团的新任 CEO。 这个声明让小强无法接受，但这是父亲的决定。警方追踪了老白的短信记录，确认短信是由大强遗孀的助理发来的，而这个助理居然就是天眼组织派来的卧底。小佩和瑞哥当即来到了助理家，只见助理与小强正在双休。小强说他与助理幽会仅仅是好色而已，倒是助理看起来非常厉害，即便是得知自己将会被判20年也不愿供出是谁让他安装的炸弹。他说自己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升华，所有人在他眼中不过是蝼蚁，很显然是天眼组织的负责人指使他安装的，可没有证据，警方也拿他没办法。此时老白和娇妻赶到了警局来接这个无能的小强，老白没说什么，娇妻对着小强就是一顿骂。看着这一幕，馒头叔心中酝酿了一个计划，他拿出了助理被收缴的手机，再次向老白发送了一条威胁短信，表示他们的组织将会对老白进行第二次报复。为了保护老白，警方增派了人手对老白一家贴身保护。一直到深夜，众人带着老白走进大强的办公室巡查，馒头叔在柜子底下发现了大强女儿遗落的小杯子。大家都知道小萝莉喜欢在家具底下过家家，馒头叔猜想大强遇害当天小萝莉会不会就在柜子底下看见了凶手作案的过程，只是因为她还小所以什么都没说。就在这时，家中的电源突然被切断，对讲机内传来消息，有人入侵了老白的房子，警方当即安排老白躲进了安全屋。事实上这都是馒头叔的圈套，他早就看出老白是杀死大强的凶手，并让大家合演了这出戏。安全屋内已经被警方监控起来，现在只等老白露出马脚。老白也信了馒头叔的话，以为孙女当天在柜子底下目睹了他杀死大强的全过程。老白非常疼爱孙女，害怕孙女会留下心理阴影，便安慰孙女那天只是爷爷和你爸爸玩了个游戏。他搂着孙女悲伤地说道爷爷不是故意的。得到口供的警方当即出动逮捕了老白，没想到大强的遗孀非常气愤，对着馒头叔就是一巴掌。馒头叔说老白有两个儿子，娇妻为他生了个小女儿，按理说他应该高兴才对，可他却不愿抱自己的女儿，因为他知道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他认为女儿是娇妻和大强生下的，却不知小强才是情郎。馒头叔看着老白仿佛在说不好意思你杀错儿子了。望着没有否认的娇妻，老白瞬间崩溃了，他承认是自己杀了大强，因为他经常看到大强和娇妻窃窃私语，于是他带女儿做了亲子鉴定。那天他带着亲子鉴定的结果找到大强对质，大强一直在责怪父亲不够关心娇妻才会导致他背叛。老白见大强没有否认，一怒之下拿起拆信刀对着大强的脖子捅了下去。老白非常懊悔，
为何大强不否认呢？因为大强以为父亲已经知道了娇妻与弟弟的关系，他与娇妻窃窃私语，也只是责怪娇妻背叛父亲，与小强私混，没想到父亲会怀疑到自己头上，更没想到自己会死在父亲手上，案件了结。事实上，大强的女儿并没有看到凶杀的过程，那个茶杯只是馒头叔的小戏法，只为引诱老白展露出心中最柔软的一面。馒头叔说，那天在警局，他看到娇妻非常严厉地训斥小强，那口气更像是妻子在训斥丈夫。从那时起，他便知道二人的关系不简单。从遗孀给馒头叔的一巴掌可以看出，他早就知道老白是杀害丈夫的凶手，但老白对他非常好，任命他为新任 CEO。 丈夫的死已经让他足够悲剧，如果老白再入狱，这个家就真的散了。老白因一时冲动杀死了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强，他的余生都将在寝食难安和悔恨中度过。